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你刚刚已经说了。好日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吉祥的事儿都能好叫，好叫，好叫，都能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噔噔噔噔噔，迎春风。太棒了，你干啥呀？哎，我跟你说话。我逗我逗鸡逗像逗的，因为我出来在农村嘛，真的超像。来再。罗姐，你好好背我行不行？大老鼠。对对对。哎，不行。我们去抓老鼠。啊，不行。抓老鼠。我求你了。抓老鼠。别。好小啊！哎，打起来了！裴西，裴西，慢慢。可以了，可以上的，很爽。我们是一家人了吧？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，但以前有做公益，做公益，但是说亲身来到这种地方，然后来到这个奉节之后是什么样的这个第一的印象和感受？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就没来过这个地方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从来不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月收入能到这么这么低，就很担心，很担心他们的生活，还有。就小孩上学这些都是费用，所以我比较担心这个。熊熊有则，猪鸡组合里，他不是佩奇吗？啊，这是猪，因为我属兔，因店里没有卖熊猫的。这个属兔，对，因为属兔，你属兔给他买兔，要有熊猫就买熊猫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俩给他买的玩具，玩具，对，这都是运动的，就篮球还有足球。也希望他，因为我看这个都是没有什么。那个器械之类的，器材类的，健身嘛，健康，让他玩儿嘛，走吧，走吧。又有玩具，然后也有作业鞋，对，是不是很好？劳逸结合，好好。对，来，背上。背着书包，小野马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到时候调一调就行了。有点烦哈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平时上学的时候就好好学习，然后放假了你就在家玩玩具，好不好？啊，哥哥们还给你准备了篮球、足球、小球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地里呀、啊，然后平时就可以自己玩啊。如果有同学之类，就叫到家里一起打篮球，还有足球、足球，看见了吗？这都是运动之类的，学习，然后玩，然后还锻炼身体。